主播的日常到底在做什么呢？其实新闻主播就跟一般的上班族差不多，只是我们最大的不一样，就是我们都是素颜、披头散发的上班，然后人模人样、完妆的下班。当然今天例外，因为我今天要录开场白，所以我稍微打扮了一下才出门上班，不然避免太丑，可能就会没有人看了。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有成千上万双眼睛，就是盯着我们看。那我们在凸彩的时候，也是会有成千上万的观众目睹我们出糗一瞬间，听起来压力超大。那我们的日常到底在做什么？就先从书画开始讲起好了。新闻播报毕竟没有收图软体，不能这里缩小那里放大，只能靠造型团队帮帮忙了。就是上工前呢，就是要别麦，然后还要就是最后的 settle 一下，然后现在要进棚了，等一下要播报。好的化妆师可以让你从那个素人变美人，厉害，我们很厉害。他可以把你的眼睛变很大。鼻子不用动刀就可以变得很挺哦，但是好的发型师也很重要啦。比如说昨天没有洗头，它可以帮你变成就是人模人样。哦，好的服装也很厉害，也很重要。它会叫你吃胖一点，它这样不用夹夹子，它可以省一道工序。可以不用夹。对，不然我们后面都有一堆的夹子。一二三四五六九十，听得到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阿姨。哎，这边要夹吗？还是你觉得还好？我觉得不要。问大家，这边要夹吗？有差吗？还是你觉得还好？你觉得要夹？哦，因为我会动，对不对？好吗 ？OK，OK， 好 ，OK， 卸啦，卸啦，三五十六分。我们等一下，好，先站不，我们等一下整点请。好，来看到的是在花莲有一栋透天民宅，在18号晚间7点多传出火警。嗨，新闻下来，然后要进节目，一秒换装。那我通常会跟就是新闻有所区别，所以我会换一套衣服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这就是我们杰德星球的直播棚，想让大家来看看。Hello， 大家，大家现在看到镜头好像都会有点害羞，看大家都躲起来了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的营养师姿姐。Hello， 我们姿姐。那我们就杰德星球的节目就是介绍一些，比如说健康啦、保健啦、美容啦，还有一些时尚等等，都会在这里出现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不过我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的脚本这么大份，但是呢，我个人都会把它印成像这样，比印缩小50倍，一个这么小份，这是我的小抄。慧婷姐，那张椅子是给我的吗？绿色的。耶！为什么老是？这不是给我的。是，我跟你讲。不是，我真的必须要说，这张椅子真的是做的真的非常不舒服。我每次都坐到最后，我都觉得我的那个神经有点。今天我坐这一张看不大，都要抢这张椅子。这张椅子很好，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播报的椅子了。耶，谢谢。所以他以后就放在这里吗？是我托付还是？怎么这么好？怎么这么好？所以代表说五鹏四鹏现在少一张椅子了。是，那我们不要让他们知道。而我们工作内容太多元，可以用杂七杂八来形容。平常上班时间，我可能在改主播稿，在写节目脚本，在开会用资料，或者讨论新闻内容。而这天行程超满，我们还特别出门拍摄了主播年历。我现在在就是贿赂我们大哥，希望可以把我腿修瘦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大师加大哥。大哥跟大哥都在玩。大哥只能修一点，大师修比较多。真假的？我想要修成比林志玲美。然后想说，想太多。嘿嘿，贿赂是一定要的啦，没有苹果光，至少可以来个橘子光，不是吗？身为职业妇女，下班后还是会帮自己找事做。被工作占满8-9小时之后，下班才是生活的开始。那现在要下班了，我要回家煮饭了。你没听错，真的是回家煮饭。白天当主播，那晚上呢就当主妇，就露个两手炫耀一下。拜拜喽！拜拜，手机归我了。哎，对哦，很烦。嗨，到家了。
有句话说，要抓住男人的心之前，要先抓住男人的胃。但是 ，Hello， 现在已经21世纪了，有种东西叫做外送平台的 App。而且说真的啦，这个年代啊，已经没有人在抓住胃，现在抓的位置呢，都是比胃再下来一点。Nice。我是说，抓住双手啦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破坏我的形象。两个人的分量真的是世界无敌难抓，一个不小心就会变成5、6、7、8人份，加上下班时间晚，提前备好料才是王道。像这道卤鸡肉豆干，前一天要先煮好，隔一天才会更入味，加热又方便。煎个日式鲑鱼，再炒一样青菜，就完成啦。耶！开动啦！那其实只要好天气，然后又休假，我基本上就会带我们家拉蒂出来走走，选一间就是宠物餐厅啊，宠物友善餐厅，然后就可以带他来我们吃饭，然后他也可以吃东西，因为他现在没有牙齿，他只剩3颗牙齿，所以他就会。吃东西就会变得很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他就会爱吃不吃，所以我们就会把他的食物带出来，然后他就会变得比较开心。哎，小朋友。新闻主播日常简单平凡，朴实无华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要追踪我的 IG 跟粉丝团哦。拜拜。好，进，我们走。Yeah.